果你说中文，请选择中文书。If you speak English, please choose the English book. 如果请选择储存进度的角色。我考得好差哦，今年又被老师骂了。好困哦，先睡一下好了。你是谁啊？干嘛拉我的耳朵？一看书就想睡觉，像你这样怎么可能会有好成绩呢？你是谁啊？我觉得你有点面熟哦，我是不是以前看过你啊？你真没眼光哎！我就是智勇双全、无所不能的知识精灵迷你咖喱。哇塞，好酷哦！你就是那个经常带小朋友去探索知识奥秘的知识精灵迷你咖喱啊。没错，就是我。如果你想轻轻松松的学好知识，跟着我走就对了。真的呀，好棒哦。你看。哇，好厉害哦。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，你想到书的世界里好好充实一下，还是跟我来一趟刺激的冒险之旅的？我得认真的考虑考虑，我该去多学一些知识，还是跟咖喱去冒险，或者回家哪儿都不去。还是先到书的世界充实自己再说。练这里你可以选择玩一玩来考验自己，练这里你可以选择读一读来自动播放，练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，练这里你可以选择背景音量的大小，练这里你可以离开知识屋，点这里可以再听一次内容，点上下页及目录，你可以选择你想听的题目。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，请再点我一下。走吧，我决定跟着咖喱去冒险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咖喱，咖喱，你在哪里呀？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！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世界，胖胖。这里的大树会说话耶！胖胖，
不要害怕，我们这里的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，而且很多还具有和人体一样的功能。你想不想到处看看呢？不要，咖喱呢？我要找咖喱。咖喱已经先走了，不过他临走的时候让我带你在我们的世界里好好玩一玩。我不想玩，咖喱都已经先走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胖胖，别急别急，只要你运用你的智慧到达我们这个世界的思维车站，咖喱会在那儿等着送你回家的。这张宝贝单上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前进，在往思维车站的路上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哦。这些都是过关的宝贝，这些是智多星，每当碰到难题回答错误时你便会失去一个它，但你可以获得再回答一次的机会。现在我先送给你两个智多星，其余的要靠你自己去获得了。在路上你会碰到智多星问问题，当你答对他的问题便会得到一个智多星，得到越多的智多星表示你越有智慧哦。好好加油吧胖胖，要到思维车站就必须从我的嘴巴进，胖胖快进来吧。谢谢你大树伯伯。这里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，点这里会出现地图，显示你走过的场景，想回去那里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点这里可以看见你得到的宝贝，点这里你可以选择背景音量的大小，点这里你可以随时回到知识屋去充实知识，点这里你可以退出冒险游戏。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，请再点我一下就可以觉得痛了。我是食虫草，现在好饿哦，这里有很多的害虫都是我最爱吃的，但是最近眼睛不太好看不清楚，你帮帮我，当虫子靠近时按滑鼠左键点我来提醒我一下，如果我吃饱了食虫草家族便会壮大，当家族成员增长到三个的时候，我会送你一根食虫草作为答谢。
他奇特的香味会在关键的时刻帮助你呢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如果你不想玩了，点右下角的箭头就可以离开。食虫草了，我是咖喱吧。哎呀，我现在进来的地方就是大树的嘴巴了吗？没错，这里的构造跟人类的嘴很相似。你仔细看看，你不觉得我很像人类的舌头吗？好奇怪的地方哦。舌头大哥，你能告诉我怎么去思维车站吗？前面的路我不太熟悉，而且我现在好饿哦。如果你能把前面酸的、咸的、甜的和苦的食物放在我最能尝出这些味道的区域内，我想，我还是会尽力帮助你翻过我上方的这个山坡，用滑鼠左键按住你想要选择的味道，将它拖移至正确的区域。这样啊，那我来试试看吧。呀，葡萄酸的滋味，感觉酸味最强的正是舌的两边。好喂，放对了。咸咸的盐巴好舒服，舌头能感觉咸味的范围比较广，舌尖跟它周围大多都有这个作用。食物还是尽量选择清淡一点的，对身体比较好哦。哇哦，巧克力真甜，舌尖对甜味最敏感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每次吃糖果的时候用舌尖舔一下就觉得很甜。
啊，蛇的里侧是最能尝出苦味的地方。那我以后生病吃药时，一定不要把药放在蛇的最里侧，这样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。谢谢你，胖胖，我吃饱了，精神也恢复了。我跟你说，往右边走，你会碰到双胞胎兄弟大双和小双，在他们那里可以得到你前进需要的宝贝。如果你要往上走的话，我可以拖你上去，然后再通过眼睛花就可以继续前进了。但是你必须得到宝贝单上的宝贝，否则前途堪虑哟。让我来考考你吧，头会不会跟着身体一起长大呢？一，生下来头多大就多大，不会改变。二，随着身体的长大，头也会变大。三，头骨不变，但脑容量变大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，答对了。棒哦，我又得到一个智多星了。好脏的牙齿，我要把它刷干净。我的工作就像钻井工人一样，每天在钻洞。我最喜欢在那些晚上吃了糖果却又不刷牙的牙齿上钻洞。蛀虫太可怕了，我以后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先刷牙。胖胖，要是我能够像你一样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，那有多好啊。哇，好酸的骨头。盐巴怎么这么咸呢？好甜的巧克力，真好吃。好苦的苦瓜啊，到那边去看看。哇，他们两个长得好像哦。嘿，好怕你救我。小双，你乖一点。他怎么走路摇摇晃晃的？他生下来就是这样。请问你们是谁？现在在做什么呀？我是大双，这是我弟弟小双。我正在跟他解释为什么耳朵可以听到声音，欢迎你也一起来听听。好啊。耳朵是用来听声音的，分为内耳、中耳和外耳。耳廓像喇叭一样张开，便于收集声音，然后将收集到的声音经过耳道震动鼓膜，传到鼓膜里侧的听小骨，最后这个刺激通过听神经传到大脑，这样就可以感觉到声音了。原来耳朵就是这样听到声音的。哎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对啊，我可以向他们打听消息吗？大双小双你们好，我是妙妙村的胖胖，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到达思维车站呢？要到思维车站必须经过我叔叔的地盘，可是除了我们兄弟，他是从来不放任何人通行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你们能不能帮帮我？帮你是没问题，不过我和小双一直有个问题争执不清，希望你能帮我们判断一下，为什么小双一生下来走路就摇摇晃晃的不稳。我走路不稳是因为只长一个耳朵的缘故。他走路不稳一定是因为他内耳的前庭和半规管出了问题。
伤，我带你去治疗。好吧，听你的。我就说我是对的嘛。嘿，我选对了。看在你帮助我弟弟的份上，我送你一个录有我们声音的录音屏吧。叔叔，胖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请你一定要帮助他。胖胖，当你遇到我叔叔时，只要打开瓶盖放出声音，他会帮助你找到一把锤子，锤子对你前进会很有帮助的哦。谢谢你们，我会把录音屏收好的。从来没有看见小双这么开心过哎！太美了！老鼠，老鼠！好险啊！胖胖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我躲到叶莲后去演奏各种乐器，你要从乐器发出的声音和我的动作判断出是哪一种乐器哦。当你确定后，就用滑鼠左键点一下你选中的乐器。如果你不想玩了，就用滑鼠点一下我弟弟小双就可以离开了。你的音感不错啊。胖胖，你的音感不错啊。真没意思，一下子就被你听出来了。胖胖，你又选对了。好棒哦，胖胖，你又选对了。真没意思，一下子就被你听出来了。棒哦，胖胖，你又选对了。好棒哦，胖胖，你又选对了。胖胖，你的音感不错啊。胖胖，你又选对了。哇哦，我今天遇到强劲对手了，不玩了。真不简单呢，你是第一个让我哥哥心服口服从里面走出来的人。我已经得到录音屏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我有录音屏了，赶紧走吧。山楂好酸哦，好甜的糖果，真好吃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些东西
好像毛一样会飘来飘去的，不知道能不能跟他们打听打听消息。Hello， 请问谁能告诉我思维车站要怎么走？他们都不理我。哎，有了，我可以找点东西来刺激他们一下。我的食虫草有奇特的香味，用它来试试看。嘿嘿嘿，真管用啊！嗨，不好意思，我是胖胖，我想请问一下怎么去思维车站。好痒好痒，原来是你这个小子在作弄人，鼻子对刺激物最敏感的。到思维车站呢，很简单，只要从前面那个梯子爬上去就行了。不过想上梯子的话，只有我们鼻毛才能够帮助你哦。但是你必须先答对我们的问题，如果答错了就必须给我们一个智多星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哦。原来这里是鼻子，他们是鼻毛啊。好，我试试。你知道鼻毛的作用是什么吗？我们可以挡住外界进来的灰尘和异物，我们可以吸收空气。他们两个人的话到底谁正确呢？如果你选对的话，我们就会帮助你的。他说的对，你答对了，我们很乐意帮助你。这边的梯子不完整，我没办法爬呀。你知道我们鼻粘液的作用吗？答对了，我的兄弟们就会一起上去帮助你的。如果答错了，你会损失一个智多星哦。好，我愿意再接受挑战。鼻粘膜的作用是什么？分泌鼻涕，阻挡空气中的灰尘或杂质。他说的对。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去帮助他吧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上去了。嘿，让我来考考你吧。嗅觉和年龄大小有关吗？一，嗅觉与年龄大小无关。二，小孩的嗅觉比大人灵敏。三，大人的嗅觉比小孩灵敏。答对了！呀吼，我得到一个智多星哎！啊啾！哎呀，我的鼻黏膜已经在起反应了。啊啾！不要弄我了。香，这东西好奇怪啊，好像鼻子的嗅觉细胞还能闻出味道呢。咖喱，你去哪里了？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。前面的路还很坎坷呢，你自己要小心哦。胖胖，梯子已经架好，你可以上去了。我可以上去了。我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啊，好痛，好痛啊！我过不去耶。这朵花看起来好像人的眼睛哎，花瓣跟眼皮一样，一直在不停的扎。那个胖子的手上好像有一个开合器在控制花瓣。我去问问他。好好玩哦，他跟我的眼睛一样，也会一直扎呀扎，扎呀扎的。哎，胖大哥，前面的花瓣为什么老在那里扎动啊？别烦我，我现在很忙，没空理你。我们现在，我们要动。
你们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通过这朵花吗？想让我们告诉你很简单，你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的眼睛会一直眨来眨去的呢？我们三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你认为哪个是对的？好喂，那开始吧。眨眼睛是在锻炼眼部肌肉，眼睛如果老是睁着会使人想睡觉。眼睛眨动是为了保持眼睛的湿润。哇，胖胖，你选对了，我要告诉你通过眼睛花的秘密。你只要唱这首催眠曲，胖子就会睡着，花灯也会关掉，这样眼睛花的瞳孔会放大，你就可以通过了。谢谢你们。胖子真的睡着了耶。耶，还真的很像人的眼睛，在光亮的地方瞳孔会缩小，哎，在黑暗的地方瞳孔会放大。现在可以前进喽。我来考考你吧。突然进入黑暗中，眼睛为何会暂时看不见？一，黑暗中眼睛本来就看不见。二，因为感觉暗光的细胞还没开始工作。三，因为瞳孔缩小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，答对了。我又得到一个智多星了。睫毛花就像人的眼睫毛一样，可以防止异物的侵入。人老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看书时必须要离得很远才行。哇哦，我真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。绳子，原来是条蛇。他的近视真的好深哦。真香哎。嘿嘿，他在做梦哎。咖喱，咖喱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带我回家呀。胖胖，你先别急，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的。但是现在这些藤条把道路都封住了，你要把藤条移开才能过去。控制藤条的是这朵魔花，你必须答对我的问题，魔花才会帮你。没想到在这里会遇上咖喱，还好他告诉我要找魔花。胖胖，如果你想继续前进的话，必须有这朵魔花帮你移开藤条才行哦。胖胖，请你把三朵花中大小不同的那个花蕊找出来，这样你就可以过去了。我想就是这朵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，你选对嘞。耶，藤条都拉开了，我太佩服我自己了。咖喱，藤条都移开了，这样你可以带我回去了吧。胖胖，快往前走吧，我在思维车站等你哦。
现在这些藤条已经被我移开了，我可以从这里经过了。